在无数人的眼里，迪丽热巴是女神，她的身材和外表是演艺圈最好的，特别是最近延迟服务器的状态非常好。出席盛大典礼的时候，她对造型和化妆毫不犹豫，身高168公分，配上高跟鞋的话，可以很容易地展现出180公分高的审美感和美丽。她天生就有异国情调的气质和气质，一旦打扮起来，你就美得说不出话来。正是这种风格和氛围，才能从裙子中选择迪丽热巴。纯学院风的双马尾也好，甜美可爱的公主裙也好，优雅的晚礼服也好，根据裙子的效果、氛围和风格也不同。作为演艺圈的热流，迪丽热巴是时尚界的宠儿，深受品牌商和粉丝的喜爱，而且挑东西的能力也不亚于社长杨幂。最近她被邀请参加一年一度的迷你博客之夜，博得了迷你博客艺人的年度人气。特别是迪丽热巴微博晚上的红地毯风格，裙子能让女性的行动更加温柔端庄，更能衬托女性的魅力。喜欢裙子的女性自信满满，身材也会变得很丰满，做一次的话会有更成熟的韵味和动感的味道。迪丽热巴真是太棒了。恶魔的身体是什么？简单的屁股效果是腰部和腿容易变长，这幅画美得令人窒息，分成大浪和红嘴唇，非常漂亮，但是一点也不俗气。有手提包和蕾丝的高跟鞋很有个性，华丽高贵的气质在指尖，这也是天不美价值的最高峰。以上就是迪丽热巴秀魔鬼身材，一袭裙装亮相，尽显女神气质。对此大家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评论，点点关注。